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杜华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大家可以帮忙订阅哦。那这一则视频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八强的推荐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想法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的一个笔记本啊，这个字是反着的，没有关系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我跟大家讲吧，八强预测，然后荷兰、英格兰、阿根廷或者波兰啊，这里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法国、西班牙，这个什么呢？克罗地亚还有葡萄牙、巴西，这是一个八强的预测，八强的预测，然后串联，你们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，买个2块钱的彩票去预测一下哦，要4块钱，因为串了一个波兰啊。波兰这个，我觉得我没谱，我没有信心这个，所以用4块钱去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赢个奶茶钱回来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。